大家看一下，前面这个是铁路大桥，对面是哈尔滨的松北。这里是哈尔滨防洪纪念塔。咋的了？哈尔滨，你别喝酒，别抽烟。朋友们，前面是中央大街，我们去中央大街去看一看。马迭尔冰棍儿，哈尔滨的马迭尔冰棍儿比较有名，这么多人排队买，我也来买一根尝尝。这个马迭尔冰棍儿的口味确实不错，如果朋友们你们来哈尔滨来中央大街，可以来尝一尝。非常好吃，这么冷的天气也不影响吃冰棍儿。网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了龙塔。都说龙的传人上龙塔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龙塔。我准备上去带大家看一下哈尔滨的夜景。这是直接上到最上面吗？提示一下游客，一会儿电梯所抵达的位置是181米云中漫步进小华的位置，其他楼层是需要步行走楼梯进行参观的，最高点到206米。全部参观结束以后，返回到181米处等候电梯进行下塔即可。电梯上下行只能乘坐一次，中途不要下塔。龙塔主塔高336米。现在透明的参观电梯正以2.5米每秒的速度在引到空中游览区，6时72秒。祝你在龙塔参观愉快。现在已经上到龙塔的上面了，看一下下面，这是玻璃栈道。我现在来到了龙塔的室外，190米高空，大家来欣赏一下哈尔滨的夜景吧。